什么道具的战术价值最高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魏。在吃鸡中，我们不仅需要好枪法，还需要在游戏中用到战术战略，这样才能提高吃鸡率。今天我们来聊聊战术价值最高的三个道具。第一名被萌新嫌弃，大神却当作宝。第三名汽油桶，汽油桶在限版本有两个作用，一是加油，二是可以打爆造成伤害，并且伤害不俗，因此汽油桶极具战术价值。多带点在身上可以加油，还可以放在房子里惊人，放在桥上堵桥也行，非常好用，相当有价值。第二名手雷，在投掷物中只有手雷可以直接造成大量伤害，扔得好甚至可以直接带走一对满血的敌人，在决赛圈比枪还要好用，平时和掩体后面的敌人对峙也作用超大，一般决赛圈是手雷多的玩家持续率更高，手雷的战术价值是相当高的，能多捡就多捡。第一名烟雾弹，虽然都是投掷物，但烟雾弹的作用和手雷完全不同，手雷是直接造成击杀，起到进攻的作用，而烟雾弹起到的是防御掩护的效果，在跑毒救人干扰敌人方面非常有用，战术价值极高。然而这么强的道具萌新却不喜欢带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用，相反大神把它当成宝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最喜欢哪个道具呢？欢迎关注收藏转发哦，我们下期见。